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卡丁车游戏。好，咱们开始游戏。哎，怎么奥特曼在这个广赛道上，哇，竟然跳出赛道了，咱们得小心一点。这是咱们刚刚闯的一关，然后这是回放的这个视角，因为这个视角的话比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是视角要好得多。咱们现在应该是第三名，要保持，小心小心，第二名了，漂亮！这个弯超车超的太帅了。离这个第一名也就差一点点啊。呀，这个卡丁车过这个弯的话，真的挺难过的，挺难过的。你要减速减的多的话，它的速度要很慢；你要减速不减速的话，它又跳出赛道了。加速啊，你别这么调皮啊，你要开车的话就好好开是吧，你这样调皮的话，你来看我车啊，看看，漂亮，太帅了，这个视角的话看起来挺过瘾的是吧。咱们现在是第一名，开玩笑，咱这个车神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，是有真本事来咱们才能得这个光之国第一车神的称号。小样，你又想超我，一个飞镖过去叫你受不了是吧，又出去了。是我们做第一名的这一把交易，哇，其实这个赛道真的挺难的，你看有好多这种90度角的急转弯，哎，这家伙竟然走我边上超过去了，这个不行是吧，跟我抢第一名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老王们的朋友，记得点。